怎么？医生，秦川坏了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。医生，你怎么还停机了呢？谢谢。小念，你今天，电话，喂，小念，救命啊！你怎么了？你现在人在哪儿啊？我不敢动，我流了血，我的孩子可能保不住了。你的孩子？什么孩子呀？我不敢动，我好疼啊！你别动啊，别着急，我给你叫救护车。等我啊，等会儿。石小念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让 Mr. 公跟着你，是让你……原来这个东西会说话啊！小念怎么会带这么个东西？我们等了多久？啊，很久了。龚总。麻烦你告诉一下薛总，如果他今天没时间见面，我们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。等他下次确定自己有时间了，我们再见面吧。可是薛总马上就回来了。小老板，就这么走了？那薛总那边……他如果想继续观望的话，我们等一年都没用。合作最重要的就是诚意，我们已经单方面的表达了诚意，其他的交给时间。话是这么说，咱都等那么久了，把我送回去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小老板，现在姓林去哪儿了？你要回公司吗？去医院。你身体不舒服啊？心烦？心烦这是内分泌失调的典型体现啊。小老板，你最近睡眠怎么样？盗汗吗？长痘吗？耳鸣吗？面色蜡黄吗？面色倒还挺好，还挺红润。闭嘴，哪这么废话呀？去医院。母亲出住的医院。啊，那这是可以理解的，情敌相见打成一片嘛。要我也烦。但是你找母亲出干什么呀？徐小念的呢？小老板，你能不能先借我手机交个话费啊？医生，这要堵到什么时候啊？小老板，你电话打不通，能不能借我先打一遍？丸子也一天没信儿了。我手机还欠费了，你能不能先帮我交一百块钱话费啊？主人你好，很高兴为你服务。母亲出 ，Mr. 龚怎么在你这儿？当然是小念带回来的。他人呢？他有事出去了。
看来这个东西还有监视的功能，是不是？你让小念随身带着它，就是为了适合监控它，是不是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小念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小念不是你的私有品，你用各种方式拴住它，但它的选择还是自由的，更何况。何况什么？更何况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，以前他只能依靠你，但现在他有我了。哎，小老板，你去哪儿啊？待会儿把手机借我用一下。男的，你怎么了？什么情况呀？还问我？明星，救救我！我流血了。这是急救中心吗？现在多了一个晕血的病人。